那属啥呢？那我对。啊？没什么。肚子太看得大了吗？没什么。真的太过分了，我发现你阿罗。我哪里过分了？我们就是过来找。大伟，你少说废话。我自己。阿罗天天伺候我，错了吗？你知道阿姨每天又担心你。我想直播就直播呗。我露镜干嘛呀？我为什么要露镜？好的，你不要直播了。你直播干嘛？真的。直播，你们的，肯定看得到。我想直播，我干嘛呀？我要直播，我又不就要直播。你凭啥子怎么直播？我凭什么不能直播嘛？不能，阿龙我两个在这里。不能直播，到我面的你身边，到我屋去了。哦，我们吃喝你来了。不是趁热度，我过来找你就是趁热度吗？又没有说你们欺负我。你如果要继续在那儿，你就出镜有种。被直播。又不是没有出过镜，你在这里说什么呀？你出镜啊，可想一起啊。真的，你跟我觉得一样嘞。你咋的没看？我劝你一句。我一辈子劝你一句。你好。你要不要脸？小叶那么小一个女孩在那儿。大伟，你别说乱说阿罗哈。小就对，就是对的嘛。你乱说嘛。大的就要懂事。你这么大了也没见你懂事啊？你怎么这两天你不见阿姨啊？你昨天回来了，你们没来见阿姨。人都见不到。那个小叶，助理在不在那儿？助理。小鹏在不在那儿？在，大伟跟我在。小鹏，帮我给这个阿罗两巴掌，给他直接。大伟。这个是你喊起来的噶？我告诉你。啊，我以为没事，我以为到水工活，我以为下雨嘞，哦，亲戚嘛啥子，我一把握。哦，下雨的两个做得好。什么什么？干得好。啊，妈妈的没吃喝的样子，你下雨的这个精神，你没到那水边的精神。还没有关注的，帮我们点点关注呗，谢谢。你们现在能到公司了，但是放心哈，明后天这公司我就不做了呗。我看你们往哪里。你不做了，不做就算了。你不做刚好要跟着我们家做。阿姨这样吧，打伟的那个电话也打通了，要不咱们不影响小燕工作，然后我们在旁边聊一下，好不好？小燕白直播了。阿姨，您这样，我看了，我儿子没到那身边。没有，你看达伟已经在联系了，对不对？达伟也打通电话了，然后咱们不影响小燕工作，好不好？来，咱们先和阿罗先到那个旁边去一下，好不好？小，那个小哥，你不去？听我说话吗？哦，听得到。我坐这里。达伟哥，你说。我看小燕好到了办事。你一会儿又回来了，等半天又见不到人。反正今天阿姨她就是一定要等到你。帮我们打打正能量呗，谢谢叔叔阿姨。我嘞，你不管我了的。阿姨都哭了，你不要这样说嘛，达伟哥。你只想一想一，提一句话就想一，你不管妈说了。你给阿姨道歉。阿姨不要这样呗。我告诉你，一切都是你造成的，你没来之前。我不做，你不来，你好久不来，我好久不做。好好说，好好说，被提示了，不要吵，好，不要那个，你们不要说了呗。咱们我也知道您是为儿女操心，对不对？为了达伟好，但是达伟刚刚已经答应你了，然后说待会儿过来，然后咱们先到旁边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看阿姨现在情绪有点激动。我看小姨怎么工作。那你要说，来，咱们坐那边去，好不好？阿姨，那你就好好说。小燕怎么工作？那你就好好说呗。我看你怎么工作。那就好好说，那你就好好说呗。你怎么工作？我什么怎么工作？你在这看着我。你不是来工作吗？你在这看着我怎么工作？你工作我看一下，嗯。大卫哥他说你一个人可以播，他说你有这个能力。嗯、啊，我一个人是可以啊，但是你们在这儿，我就不想。阿姨，他这里怎么了？你看不惯，你还没居家，你一看就不舒服我。没有啊，你就好好说呗，不要那个嘛。我好好跟你说嘛，你怎么工作？
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呗。我怕看你搞得搞得我就像做错了什么一样。嗯，那是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啊？你问。你也没有做错什么呀，就只是想让达伟哥过来好好说一下，现在就想要找他了。找他？我找的多吗？不是小姨。阿罗，我那会找得到达伟吗？找吗？找得到，找得到吗？看你自己。他说他一会儿要回来。啊。达伟，他说他一会儿要回来。好的，看屏幕笑一笑，没有关注的帮我们点点关注呗，谢谢谢谢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。阿姨，你说小燕这两天工作的怎么样？我看了没怎么样。